鹤坎聚落。是他，是后面家的长子。剑南生药行。他是在晒香哎，这个不是香啊，这是香包，这个是叫那什么？这什么？这香啊，这香啊，传香，对啊，这香啊，二坎传香。四书五经读塔套套嗯吧，这些怎么念？我不知道。龟鳖鳌猿头，他这边有写啦。猿鳌龟鳖灶，四书五经读透透，不是猿鳌龟鳖灶，好玩。这是二坎传香，天人举上都有艾草做的天然蚊香，它可以驱蚊熏香、安神、净化磁场，然后它墙壁不会熏黑，在后面这里。我想，可是我想拍这个。这是蚊香哦，对，它可以驱蚊，它也可以熏香，它也可以安神净化磁场，它墙壁不会熏黑，它也可以当。可是它会不会点下去会有那个，只有那个烟而已，是不是？对，它只有，你看它烟就这样子而已，现在正在点，它烟也不大，然后墙壁不会熏黑熏黑。这个。它梅子笔是古早味，没有测试。一包。那你这怎么？这个有香做的酱是一个月份香31支，酱400块。那补充包的话是两个月份60支500，那两个一套是3个月份，这样。它有香做。第一次买有香做会比较好用，会像左边那一只整只烧啊。
千人菊，它都是艾草的味道。杏仁茶，杯杏仁茶。海石花是什么东西？海燕窝啊，寒天。哦，是寒天哦。五十吗？谢谢，谢谢。这个二坎杏仁茶在西就是西屿的二坎古村落这边还蛮好喝的，有来的话可以来这边喝喝看。我真的好喜欢这种老厝，虽然说我都已经翻新过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房子看起来真的是最舒服。二马豆花，还有一个石敢当。二马豆花。二马，好吗？葱花要几碗？一碗。一碗加什么料？能加什么料？两种。两种。这个是什么？南瓜。对，它、啊、两种的话，那就。这两种好了。红豆、绿豆。嗯。
这个我们之前好像在金门有。没有，金门不可能有这个石，这个反动物。没有，我说这个喜字，这个喜字以前在金门有。黑石的那个玄武岩，来，你们这边要右转哦，来这边。这边要右转。